在南天寺庄严氛围里打太极沉淀身心，来自台湾、马来西亚、中国大陆十位青年渐渐参与佛光南天青年书院，而佛光山圣曼书院同学也加入共修。在大自然美景当中跑香绕佛，也进到教室跟着法师研读佛法，深入经藏，接行并重课程，让同学们获益良多，还有人制作短片分享收获。很多时候遇到的问题都能够在老师当天或者本周讲的课中找到答案，或想通某个事，或者想开某种情绪，或者放下某种执着和纠结。院长满可法师亲自颁发结业证书，祝福同学们在学佛道路上鹏程万里，也开始勉励大家未来要持续让菩提心发光发热。只是一个开始，那我们呢是一个点灯的人，你们每个人的菩提心我们把它点亮了，但是要继续燃烧，要继续照亮别人，要继续发光发热。为期十周课程圆满，让十位同学法喜充满，也学会运用佛法智慧过好生活，一天一天成为更好自己。袁荣律师，澳洲雪梨综合报道。